主料青菜500克，选肉100克，辅料油30毫升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把苔藓菜洗净，切成小节，把咸肉也切成小块，最好能切成薄片。先入锅把咸肉炒炒，炒得转色，有香味出来即可。然后倒入苔藓菜，翻炒，至转色后倒一点点清水，盖上盖子烧5分钟即可。最后就是上起来。烹饪技巧，要保持菜的色泽好看，一定要注意火候。再盖上盖子烧了后，不要频繁的揭锅盖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